美的街头都有哪些你们家乡的路纹？看到了重庆南路，这里是凯达格兰大道。现在我们到了中山南路。在台北街头呢，一共是有100多条街的名字是用大陆城市的名字来命名的。这边有一个绍兴南街，这边有个杭州南路，这边还有一个永康街。大家看一下，台湾的银行都直接叫金库银行啊。它是台湾第一条捷运，它在1996年3月通车。咱们前方的那条街呢叫瑞安街。浙江的朋友们，就在台北的街头，这些房子其实它的年代都已经很久远了。像这个建筑，我觉得就挺好看的，它外面是用那种砖砌的感觉。这边是安和路。最近安和桥很火啊，这边有一个延吉街，有没有延吉的朋友啊？这边有天津街和镇江街，这边就是杭州路啦。这边有临沂的朋友吗？